老爷欢迎你。参见。今日弟弟赴田间劝农，我吩咐员工两杯酒菜，弟弟见了客人喜欢。皇上呢，老爷正为此事大发雷霆，责官于你呢。责官于我？夫人，这就是你的不是了啊！老爷，这怎么是我的不是？我多方一向清正礼明，勤俭持家，今日非年非节，你为我赔四十九要，让亲人召集，跑应跑责，逼我生人之徒，自所为也。老爷，老爷须得见怪，这是你女儿李娘的一片孝心。这就更为不值了啊！女儿无知，夫人你身出名门，理该好好教诲，怎能轻易臣服？家园，在这就这么晚不来呀？哦，带我去看看。哦，小姐来了，小姐来了。丞相可见老爷夫人了。女儿，这些酒菜可是你的旨意？正是。你好，沈西，你好黄当义。
满蹄，青鸡三百送帝，王帝帝一路人风骚，回里呀啊啊啊啊啊啊是啊，女儿为你建议也是应该的。女儿，你工作之下做些什么？刺绣女红。那刺绣之下你这啊，老爷，中着读书刺绣，身体空巧了，就当贼片刻。嗯。哎呀，老爷，春天到了，实在恼人。上香随你是可、啊、女儿啊，我不做不生恩情，生不雅不自啊，夫人，老爷，我今去过乡村了，要丞相好好本人与儿共道，谁有不成失明之处，要从容这当丞相。是。老爷，叫马几杯。嗯，起身。是。老夫成了，老爷真送我送弟弟，送老爷。小姐，这一位可苦了我了。丞相，先生就要来了，你我夸夸用功就是。是。
一天到晚关关雎鸠，谁无知足，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唉，老顽固，老毛头，老愚蠢，老什么？老爷下乡劝农去了，请先生多多教训也生。嗯，先生反复见过先生罢了。来为女子者，应当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要孝父母，敬师长。王爷，有事有甚要替先生做，有计策有甚要请先生听，对吗？嗯，师子可教也。谨遵师生教诲。昨日教的事情，可曾读熟？早就读熟了。关关雎鸠，谁无知足，窈窕淑女，君子。那个要你呗？读熟了，烦请先生讲解。女医生，你要用心听着。关关雎鸠，这雎鸠者是一种鸟也，关关是鸟叫的声音。哎，先生，那鸟为什么要叫呀？那鸟又是怎样叫的呢？真鸟们是这样叫的。嗯，去女子小不如此，实为无用，今后不可大意。是。嗯，关关雎鸠。这雎鸠鸟因性喜有情，故而才无自责。窈窕淑女是美貌艳情的女子，君子好逑，只有君子好好的去救她。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哎，先生，那好好的君子为什么要去救一个女子呢？这小子，不知哪个斗心的君子来救你这个窈窕淑女呢？放肆的官员，不在门外，免必死辜。去。哼。不是到后花园去玩一番。先生，一次讲价也省一次，烦请先生把事情大意教导一番。嗯，女医生，你要用心听着。冷落金是君最佳，有风有光你是你家，为非只得一所道，贵国之中多风雅，要
铭记不忘啊。早就知道了，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好了，快去陪小姐读书。是。小姐，奶花园可好玩呢？真的。在哪里呀？花舞柳落，莺歌燕舞。好啊，我罚你免兵，你反而到后花园去了。与我去金雕来。去金雕做什么呀？这当与你走。今天非当你不可。用功读书，功课完毕，方可回楼。丞相万不快谢过先生，谢过谢先生。哎呦！心用功也是为你好啊。哎，女儿轻描薄纸为殿上，你不做官而不去做娘，就是把世俗金钱吞下，也不能陪我端茶做饭做学啊。Thank you.
问你，花园还有一些什么景致？丞相，我在问你，可曾听见？早就听见了，那为何不作为的？丞相，不恭维的。为什么？刚才啊，我只说了一句花园好玩，就心血挨当，事故再讲，只怕性命难保哦。如今先生不在，你就瑟瑟无法。刚才你忘帮着先生叫我跪下来。好妹妹，你就瑟瑟吧。哎呦呦呦呦呦！小心，在哪里呀？有点的落千手，千千一海家，月放却随太雾几上，美丽人影繁花怒放啊！哎呀，想不到这府中反遇一股这么好的素材。小心，得不成老爷下相劝侬，我们先去参与一番。
园林，正指着橙色思绪。
金粉换灵犀，紫冠苍白青衣披，能伴春色度一人，恰从门生疏。
曾虚度，心窈窕双鹌鹑，昂涌啊啊啊啊啊啊啊是。
算算着我家花园。小姐，小姐呀，虚度。
小姐，小生去也。花园，老爷规定谁都不能进来隐喻，哪里来的私生？莫非你在做梦？做梦？小姐，啥来了？千万是原来是个梦啊。哎，什么是梦？这瘤子从何而来呀？好几天一个梦到哪里去了？小姐嘛，在世在读书呀。也罢无言，我方才就在世上苦等官职，也没有小姐的影子啊。嗯，
这倒是奇了。就是你平日里引逗小姐到东到西，弄得她神魂颠倒，这都是你的不是？这么快请我撑下来了，不见了吗？糟蹋便是，大惊小怪的做什么呀？你可知道，今日老爷为父设好了要为小姐的功课呀？这我倒是忘记了。还不快去找？哎，哎呀呀呀！是在留子
人，他要我留意的是表心气，每日为真定圆满，以为是实话美眷永相亲，无端的纷纷落花季。
算自此。小姐，老爷子又要为父，我们还是为王去吧。再没有叫好小姐，也真该死。先生言重了，是我多报，生于家教，防不假意。女儿，母亲，女儿，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母亲，女儿心中烦闷，幸不自此。女儿，都是你这个丫头，尽管引头小姐到这花园里来。老爷。这都是因为小姐心中烦闷，我才带她，光陪她到园中游玩，这还是第一位呢。你难道妄想再来？这家园不管了，我定要送入这当于你。哎呀，你在上面，这都是你的不是，再叫你私引小姐下楼。弟弟，就饶了丞相这一位吧，女儿下次不来就是。唉，不是为无你力。女儿家要做不出闺房，受不定正坐，这春光岂是你女儿家赏得的？女儿，即是休思。两夫人家当心动出病来，丞相管不得小姐闺房。老爷，请。小姐是为他再来的哦，这牙啊，这是沈先生开店房，我是替小姐送牙来的啊。哎，沈姑姑，嗯，小姐的病怎么样了？哎呀，小姐这病得奇怪呀，哦，不痛不痒，恰是刺刺杀，不是结过宫心，也不是凤凰杂狼，真正奇怪。哎。我想起来了，小姐那日在花园牡丹亭中做了一个梦。梦？嗯，梦醒之后呀，
就书生啊，秀才啊，叫个不停啊，这是怎么一回事呀？哦，被你不知所思之时，哪里知道这虚度道理？阿弥陀佛，这可怎么办呢？不如侬用春晓去，已经让我切牙嘞。是姑姑啊，得比你伪装紫阳宫替小姐念诵经文，去病治母，也就是你、啊。多谢是姑姑，阿弥陀佛。快去金山放翠云。
来往迢迢，我终于要了生日花瓣娇好，但是无影灭去，又是比笑。
过世上总想我咦，夫人，今日乃是中秋佳节，你为何叹气起疑来了？老爷，你有所不知，自从女儿有缘回来，终日忧心忡忡，我正放心不下你。女儿有缘上京，家门不宜。哎，老爷，你怎么是此时话？老爷夫人，小姐已经整整夜上睡眠不醒了。啊老爷，我们快去逛逛。哎，夫人，机杼未备，怎能去得？老爷，快去，快去！哦，丞相，你快去侍奉小姐，我们去咳嗽来。
啊，老爷，哎呀，老爷，啊，我命苦。
写这些做什么？Oh
女儿，
生啊，老爷，父生，老爷。想封闭着后花园，我与夫人不忍会小姐的三尺孤坟，怎么直到过平日山，我想各去这后花园，几如梅花恶果。不知小女甚为，凡请石大哥奉修困守，不知能应分。禀你遵命行事，我每日里定传天相万岁，往来宽赏。此事不提小女。小姐，老爷夫人不曾见小姐的三尺孤坟，要隔去后花园，见到梅花暗光。你令忠心言道，要将小姐的称勇，送在知道他呢，送葬在太武舍地。丞相遵命哎呦，小姐醒醒，小姐醒醒！哎呦，这不是你在的地方。小姐，你是哪里人士？怎会晕倒在此？是读书人。这我有你事。可你这身打扮，我还会不知道你是读书人吗？我是问你，从哪里到这里？我是凌乱人。哦，为寻梦。寻梦？为寻梦到此，故而。哎呦呦呦！
这些人胡言乱语，像是病了。嗯，我还是将他送到梅花二馆，替他把脉诊病，也就是了。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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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秀人来。哦。嗯，石道姑开门，石道姑开门。什么先生？这是怎么一回事啊？进去再与你说。相公，哦，杜绝四太脸色照料，四番小生平道旅路，杜蒙四太关怀，感激不尽。不必客气，这是蔡家上的本分。不过这次你能禀替监狱，万多亏了沈老先生的两方妙养。请代问沈老先生仔细。阿弥陀佛。四太，此处可有什么镜子？小生久病初愈，想过处走一走，略散万门思君。这安国儿是一座花园，这是封闭一居，略有些荒僻。哦，请四太指引。李相公，请。啊。李相公，天气温冷，你散步片刻就回房去吧。啊，小生了宿今晚，久未宿房。啊，哦，千万不要走得太远。啊，恰是为何？这远走，啊，这
院中举步人地死莫阴森，不要再惹祸啊。小生知道。Thank you.
海雾色下，隐隐有叶石洞，不知藏着什么。是一幅画像，哎，这岂不是举破举难的观音塔寺吗？哎，怎么会埋在这里？哦，待我代为所望顶礼供养，岂不是好？李相公，爷已见好，我正想与你送去。我正有回话。李相公，你怎么了？是不是衣裳凉了？咋凉？凉凉啊！
乃是绝句一首，情动分明，诗里爽，远观自在，赏飞仙。他念得把孙公看，不在眉边。那回来呢？回来嘛，这
道一阵清风划破落地，我是飘飘荡荡来到这里。你是因梦失了情，因情而亡的呀？我是因情而亡的吗？与真情所爱，生者可以亡，亡者可以生。哦，与真情所爱，生者可以亡，亡者可以生吗？我这你外文小叶子，但等那一行人在你坟前算起此下，你便万万成神。多谢神灵。身体可好？孟老夫子悉心治疗，早已痊愈，本想登门道谢，怎管老夫子前来探望。奇怪奇怪，刚才听石道姑演讲，十六师兄坐在幽州风寒，不知风寒？对，吕冠不舍不必介意。岂能养勇学威，小病不医，大病却苦。来，待我为你斟上一马。哦，不用。不用啊。啊，再斟上一马。有病不能急呀。猫儿急，家里内听。是啊，我心慌意乱。哎呦，而且晚上手传的病死不轻啊。是啊，如我不饿，四肢无力。待我为你开张药方。师兄千万不能胡思乱想啊。谨遵老夫子教诲。我请石道姑把药煎好，即刻与你送来。又要问老夫子了。告辞。吕师兄，要平日下念清心挂药。保重。宋老夫子。保重。宋老夫子。哎呀，总算把他送走了。哎，趁此无人当朝，待我打开画像仔细观赏。晚景一路下，小姐委屈你了。Oh,
留思乡，虽自匆匆一梦醒，从此茫茫
一人清闲意。Thank you.
是石头姑松牙来了。师太，师太，没有人，也是我听错了。在早晨的时候，我已不清时间了。哦，原来是此。关门小姐深夜到此何来？实在听得东乡传来阵阵呼唤，故而喜来探望。原来是我惊动了小姐。哎呀，惭愧呀！掌柜，请问秀才，这画中之人与你何亲？他是我十四夜下梦寐已久、千里寻芳的梦中之神啊！请问秀才，真姓大名？小生刘梦梅。故正是流浪寻我来了，秀才，你可算算我？这是这相识，太年得吧？算过客，不在美丽。万花观赏凌云，苍天
也感情，家务内外为他守，母亲生我一女生，那年上村后花园，一梦思君在门当，梦醒归中把君真是天作之合，谁人愿？但愿得地老天荒。也不算跟李仙公王中因为与你看到你心。李仙公快开门，快开门，女神来了，快开门啊！李仙公，快开门！来了，来了！李仙公，怎样？年年好，这样就不用吃了。多谢四太，送四太。小姐，小姐，小姐，哎呀，小姐，你藏到哪里去了？都在这外边伺候呀。小姐，明天我就去镇抚酒去。是。哎，小姐，你如何那言之隐啊？哦，请问小姐，这张春用从何得来？花园之中，太无色相。太无色不，凡于何分？只见柳丝垂垂，老梅插芽。那梅子自相呢？这，你三次过问，休在我。啊。我乃万中孤啊！二八你我。
对着梦中全动你呀。碰死在你的门前，也可保你为我寻去自去。现在来了，我的娘，生死心里伤悲。一定妥为保证。哎呀呀呀呀！杀道姑之言不假，我以为他是正人君子，原来是大胆狂僧。今个在外地跟出这种勾当，哎呀！开门！开门！开门！是长老先生来了，我来这里去的好。免得赌上死地也好。爹王，天明之际你一定要来。小生这不愚问小姐。哎呀，哎呦呦，老夫子，哎呦呦，好好好。
哎呀，老夫子，老夫子，老夫子，哦，一个雷梦梅，我好意留你在梅花观接送，谁知你貌似善良，内生阴家，竟敢在此私藏民女。哎呀，老夫子息怒，一生一生也要失去老夫子成见啊！不要我成见？嗯，好，让老二府太岁来成见你。啊，好啊，一生一生要去向老二太岁求亲。求亲？求什么亲啊？ No, 也是是诺恩太岁土宝的成龙夸许呀。你莫非风了不成，非但冒生冠亲，而且万夫也乱女。你可知道太岁小姐独立娘早已死去？老夫子，只要真君色爱，死者是可以复生的呀。谁要听你的无言乱语？走走走，见官去。好，厨房吗？那我往快去。夫人，老爷，明日乃是中秋佳节，又是我儿忌日，理当奉献拜祭才是。唉，已有整整一年了。丞相，明日是你小姐忌日，你要早早备好香烛，我与夫人要到奉献一祭。早就准备好了，小姐生前对我行事姐妹，我岂能妨碍？禀老爷，沈师爷那一私生前来，请老爷发落。哦，一个书生，真是。那私生满口乱语，还自称是老爷的。什么？为什么不讲下去？老奴不管讲。老爷命你讲，你就大胆地讲嘞。是，他口称是老爷的乘龙快婿。啊啊！你说什么？他自称是老爷的乘龙快婿。啊！何此光盛，竟敢戏弄老夫！请老爷定的。来啊，快把他带到正堂。是。哼，上竟有这样的父子！哼！就是这个广生啊，有吴大人。大胆广生，你可知谁？生月凌乱刘梦梅，乃老大人的门婿，何才自由啊？是，哼，老爷女早把青春送。到他对话疯疯癫癫，满口胡言。有吴大人不幸，小婿与娃为凭。嗯，这不是小女的画像吗？怎会落到你手？老院长，哎，
老太上，岳父道人，请听令爷爷公，我已把小姐来惊动，清风明月两情深，山爱门黑子西来梦。你真是穷得发昏，有好名义王文祥，故人救不了小姐，怎还不知？谁是你的岳父？来呀，带下去！哎呀，岳父大人，带下去！岳父大人，这下乃华人所赐，乃稀世为生啊！快带下去！天哪，没有王文祥，小姐就难以。去带下去，小姐，小姐，小姐，春香，夫人，一个书生，我一下啊，怎样？哦，是尽管戏弄老夫。老爷，丞相多与我讲了。老爷，西昌四分金一针，见不相龙剑长凶神，女儿梦中托婚姻，舍不得老爷，不能死生念旧。
真好奇相本古镇算相关天地小姐为生岂不瓦当更天下谁让你动嘴我们人生大定要松松透是啊老爷来人呐、啊、快开门呐、啊、没有王文香小姐就哪一副死困土不许再较量这位姐姐，为何带酒笑声？
我是杜小姐孙权之女，名叫春香，实在当上天女言道能救小姐脱身，故而救你，不知你真能救小姐吗？原来是春香姐姐，只可惜那万文香也被那狠心的老爷闹去，叫我死后救的。相公不必杀鸡，春香在此。哎呀，这可好了！待春香将埋线，红绫香来自玉香，夜茫茫相问何时？无花君心思乱茫。就是我家小姐的婚姻了。一杯黄土，小姐苦真苦了，小姐。Oh, oh, oh.
心。